好，恁好，现在要求今日嘅人高压下南来影响台湾呢，所以被台湾民众可能就会感觉到变那寒个寒热。甚么个亚称东北季风，因为伊个强度无够强，且要影响今日嘅天气两日天气。韩国天气天时，今日台体来讲，拢系差唔多嘅，有一个水系通过嘅台湾嘅北边，所以天气北部跟东半部，含个今日强度会落掉一毛。不过相对来讲，中部跟南部的气就会含起过温天气，各地拢系过晴朗嘅，中部跟南部会系晴朗嘅。韩国嘅拜四跟拜五嘅时节，蛮系相同，会系好甜。不过到拜六，又会转做韩国寒冷了。看到一张拜六嘅地面天气图，因为到拜六嘅时节，又嘅南高压又来影响台湾咧，来下南咧。甚至也还看到，一个南高压嘅电压线，一个线又过灭，就代表强度又过强。韩国气象署预算，拜六嘅亚称南高压咧，会系今年度强强度最强嘅一日，所以拜六嘅时节，一个冷空气有可能会来到嘅台六冷系统嘅等级，甚至到下礼拜一嘅时节，一个冷空气会变作系一个强烈台六冷系统。韩国唔排除到下礼拜二、韩国下礼拜四嘅时节，一个冷空气会转做一个冷寒流嘅，会转做一个寒流嘅等级，会要变啊韩国寒热嘅，所以大家我特别提醒大家哦，拜六起时会变啊韩国寒热，我一直到下礼拜三，韩国嘅老人家跟心血管疾病朋友，记得我做高烧暖调位。讲到温度，看到下一种温度变化。为了廿一礼拜诶，我有两层冷空气来到台湾，头层会提拜四以前，就会会影响到拜二跟拜三嘅天气。半夜跟拜三，北台湾温度大温差不多会来到20度边内，韩国中部跟南部影响高温安泰，所以温度将是白下降天气。不过到下拜四跟拜五，东北季风减弱的各地温度仍会增加，韩国有机会会超过25度。是不过调到有讲到拜六的时节，调到讲到有个冷气团会来影响台湾，韩国一个强度过强，影响时间会过长，会对拜六起时一直到影响到下礼拜三，甚至啊，伊影响嘅范围嘛够大，唔单止北部、南部跟中部，嘛会相同会被影响。故说拜六起时，都会下礼拜三，北台湾温度有机会会降到差不多12到13度边内，甚至还会够大。韩国嘅中部跟南部相同嘛会够寒热，会来到差不多16度边内嘅低温哦。大家要特别注意，唔好冻到嘅，要记得着暖而为。下来关心下一种落雨变化。天气的水系会比今日寒高少一些，甚至东方面的北台湾天气、宜兰天气，还有东半部天气，一片寒气会落掉一毛。到下拜四、拜五，东北季风减弱的，所以做来看到水系会显明减少，各地拢是过晴朗、过好的天气。不过到下拜六的时节，一个太流冷气团唔但将带来的冷空气，还带来的水系，所以拜六还有到下礼拜二的时节。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，落雨量就会增加，尤其也看到的是石笋高层的太台北的东片、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，一大北石笋高层就代表落雨量会比其他的蔬菜还高多，所以那边记得会带暖宅的。